接近那蓝的天，最高的山峰在眼前，地上的弯弯流水好像一条银项链，看一看山脚下又像一座小花园。我们爬得高，我们看得远，把欢乐和美妙的歌声散播在山水间。小燕子飞在身边，它不停地在呢喃，欢迎我来到大自然。你看那阳光灿烂，它晒红了我的脸，我们在高山上度过快乐的一天。我们爬得高，我们看得远，把欢乐和美妙的歌声散播在山水间。最高峰这首歌呢，是我念中学的时候最喜欢唱的歌曲。当时唱这首歌的歌星，我怎么也没想到今天居然是我的老板。现在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刘文正，刘大哥，耶！刘大哥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提前恭喜恭喜恭喜！也要祝福所有亲爱的朋友，您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永远具有龙马精神。刘大哥，虽然我们在同一家公司工作，可是平时都很少看到你。我知道你是经常飞来飞去，到底你飞去哪里？主要呢，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，所以我经常飞来飞去。因为每一个地方它的文化不同，歌曲形态也就自然不同。从事幕后工作，必须啊要拿到第一手的资料，所以我到处旅行啊，都是为了你啊。哇，谢谢刘大哥，那得到你这些资料，我的歌曲将会更加的丰富。好，哎，刘大哥，那你先去唱歌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现在你从事幕后当老板嘛，那感觉上有什么不同呢？以前当歌星，我只要照顾我自己，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永远呈现给爱护我的观众朋友。现在不同，现在我们飞鹰唱片公司有好多年轻而且具有实力的歌手，每一位都是我的责任。而且我也希望他们都能够达到事业的高峰，所以啊，现在感觉比以前辛苦好多。哇，你老人家操劳了，谢谢刘大哥，谢谢谢谢。刘大哥，在我们新马地区啊，有很多年轻人都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歌手，那你觉得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歌坛新人呢？作为一位歌坛的新人，最重要就是具有特色，不管你的外形、你的声音，都应该要与众不同，才能够脱颖而出。所谓的特色，并不见得是你要长得很漂亮或声音很棒，最重要就是你要有自己的个性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你要非常会把握机会。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我们巫启贤的时候呢，他就带了一把吉他来到我住的旅馆，然后呢，他就一首一首地唱给我听他自己所创作的歌曲。他越唱呢，我就越感动。然后呢，启贤就成为我们新马第一把歌手的男歌星。所以啊，我要奉劝所有想进歌坛的新人，不妨呢脸皮也要厚一点。所以脸皮厚啊，也是有好处的。那所以把握时机呢，将会是我们的座右铭，对不对？对。接下来启贤要为您一连串演唱许多好听的歌曲。谈到这些歌，我自己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。今天经由启贤唱出的当年我自己最爱的歌，真是感触好多。要这样吗，老板？那好，那我就为刘大哥，也为所有的朋友唱出刘文正主曲，耶、我曾为他许下诺言，不知怎么能实现。想起他小小的心灵，希望只有这么一点点。虽然是我为他许下的诺言，也是我深藏在内心的心愿。诺言心愿，谁知道要等到那一天。虽然
的身上，雨水洗去忧伤，重回可爱的家园，追求我的向往。那青山绿水无恙，泥土依然芬芳，日夜常怀想，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，滋润我的心房。那青山绿水无恙，泥土依然芬芳，日夜常怀想，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，滋润我的心房。阿妹阿妹，几时扮嫁妆？我急得快发狂。今天今天你要老实讲，我是否有希望？虽然我是个穷光蛋，人又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看看自己的长相。阿妹阿妹，不要再彷徨，少女的青春短。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，快做我的新娘。虽然我没汽车洋房，吃的粗茶又淡饭，只要你陪我作伴，保你白白又胖胖。只要你陪我作伴，保你白白又胖胖。我愿是飞鹰，挥动着翅膀翱翔在蓝天上。不管是晴天不管是黑夜，也不会迷方向。我要飞越高山，飞过大草原，也要飞越大海和森林。看看世界多美丽，看看人间多有趣，要把爱的心意带到世界每个角落里。的早晨，爱像什么？爱像拥抱着风。爱像什么？爱像紫色的梦幻。爱像什么？爱像说话的眼睛，让波涛不断激荡我忧伤清晰地跟洒脱，不会再烦忧。让漂泊的船远离过去的回忆，装满了爱情，向大海奔去。爱像什么？爱像星期天的早晨。红红的太阳，要它只为你放光芒，表
是我对你的一片真情，像太阳一样，我要抓住那红红的太阳，要它只为你放光芒，但愿有一天得到你回答，像太阳一样。不要对我提起友情，我需要的是爱情，不管在多少时间里，我依然不放弃，我要抓住那红红的太阳，要它只为你放光芒，但愿有一天得到你回答，像太阳一样。不要对我提起友情，我需要的是爱情，不管在多少时间里，我依然不放弃，我要抓住那红红的太阳，要它只为你放光芒，但愿有一天得到你回答，像太阳一样。